给你了 ，for you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你看，谢谢我。你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tthia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卓总。大家看 Matthias 的手机，成了雪花屏了。就前几天我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他手机屏摔碎了啊。今天呢，抽出空来带 Matthias 给他换一部新手机去啊。Matthias， 那给你买一个 new phone。谢谢。啊，微微phone性价比。那个么叫什么妮妮？啊，他说他的手机，这个手机买的时候是花了18万当地币啊，折合人民币就是500块钱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啊。母头头，妹妹马上溜吧，啊，不让母头头去了，就让他在家看会儿家，走。每次一出门啊，马切斯都得带着他这个大榔头，带着大榔头出门。然后我们得重温一下蹦蹦了。车我朋友开去海鲜市场买海鲜去了。马切斯，一会儿打个蹦蹦啊。打个蹦蹦。你看，在非洲也是，大家吃完饭后带着孩子溜溜弯，接接孩子放学啊。今天这个天全是乌云啊，没有太阳，一点也不晒，真不错。看着满天的乌云，马铁斯找了个蹦蹦啊，走吧。啥吧？4000块。马铁斯告诉我4000块。马铁斯，你让他慢点。慢点。Poly 是斯瓦希里语，慢点。哎，4000块啊，4000块，相当于人民币11块钱啊。又来到了这儿 ，vivo。马铁斯带我来这儿先看看啊，走吧。这是一个当地的非洲市场，非洲人市场。放着 music， 先来 techno 看看。等会儿 ，Asante， 他让我欢迎，他跟我说欢迎光临。挑选，这都是 Infinix 啊，就是咱中国过来的手机。这个是Lucky Billy Sting， 27万。不，26万，最贵的啊，全场最贵的手机，啊，你看这配置，8兆的 ，Buy this for you， 我是，啊，太贵了 ，No problem， 太贵了，啊，秘密 Buy for you，OK 吗？我是，啊 ，This one 太贵了，太贵了，嗯，相不中还是太贵了，才26万，合人民币是700-800，不贵。这个大哥大看一看啊，哎呀，看一看，这个性价比，性价比。65000，180块钱人民币，大哥大呀，这是，这个厉害哦，带手电筒的，啊？喂，怎么个事儿？怎么个事儿？喂？哎？牛逼，咋么了？你干嘛给两个币？马提亚斯说那个太贵了，他再看看别的，又挑了一个这个了，这个性价比。太贵了。这个也太贵了，性价比。刚才那个老板啊，连碰手机都不让碰啊。我们换了一家，不在他旁边这家店了，我们换了旁边这家了。会不会做生意？那本来看手机都不让看，对不对？还瞧不起人。你看人家这儿都随便碰，随便看。Matthias， 他这家店这个手机好，这个40多万，1000多，81万。这次太贵了，太贵，OK 了，你又不掏钱，反正又不让你掏钱。再马球，再看看，好家伙，这钻石的嘞！这里最畅销的手机还得是这个老年机啊，这大头手机啊，这手机非常畅销的。
能用得上这种智能机的也是当地的有点钱的人了啊。马蒂斯在认真的听他讲解啊。这穆祖里吗？性价比。卢夫塔诺。这个20万零5000啊，600块钱人民币吧。掰这个吧，啥吧？掰这算。Open， 看看，打开机，买这个了啊，600块钱人民币，给他换一个好手机吧，这在当地也算好手机了。这是 Matias 以前的这个手机，这个老卡了，特别卡啊，这个新手机就好多了。三个摄像头的啊，指纹解锁，可以不错。看看这非洲当地手机啊，真不错。哎 ，English 啥吧 ？English。啊 ，Matias 用 English 的，用英语的。新手机啊，然后再买了一个手机壳，这个手机壳是4000当地币，11块钱人民币。保护好啊！哎，有没有这个 screen cover？ Screen cover 啊，有啊，有膜，有这个膜，贴个膜。经过我的一番唇枪舌战啊，贴个膜花11块钱人民币啊，买个壳花11块钱人民币，手机是花了600块钱，在当地好手机了，比 Matias 这个是强太多了。你看 Matias 单摄像头的，雪花屏，给钱吧 Matias， 谢谢 boss， 经你的手给吧，谢谢，付钱吧，新手机来了，你看高兴的开张了啊，今天。两个小美女的高兴完了 ，number one， 马蹄子点点。叔叔啊，你看人家点钱跟马蹄子点钱就不一样。谢谢。高兴了啊，好手机啊，这是好手机啊。马蹄子，新手机有了 ，this phone 给我木头头吧。啥吧？啊，给母偷偷了啊！这手机让母偷偷拿着玩去吧。母偷偷还用的这种大头手机呢。嗯、啊，走，回家试试新手机啊。你看非洲也非常环保啊，都是用的这种纸袋子。拜拜，开心啊！走吧，打个蹦蹦回家，给母偷偷订个手机。回家啦 ，Matias， 他那个坏了的手机啊，是他去年跟着我工作的时候买的。行，今年跟我工作又混上一个啊，一年一个。太好啦！看母兔兔，给母兔兔把这个手机送给他啊，把这个退休了的 Matias 高兴了。母兔兔 ，Give you phone。哎呦，嗯，谢谢，给你了 ，for you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你看，谢谢 boss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应该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也体会过那种大头手机换这种智能手机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很开心。嗯，哇啦 good。good。开心坏了。啊，太有味了 boss。性价比，你想性价比？Lucky 十厘米。Lucky 多少十厘米？他说高了，他故意说32万，其实是22万。不是妹妹给小赚的妹妹，那妹妹。妹妹 ，cut you。性价比。Lucky Billy， 20多万。哎呀，没事。你看，舍不得换，一听20多万就，哎呀，不行，舍不得。你还回来都不进屋了，就坐这就玩上了。你太好了，啊，你也太好了，嗯，太好了，玩上了，都有新手机了啊、哦。先让母偷偷玩着吧，这个雪花屏，我现在不能给他俩都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用自己工资买的这个手机，人家就是辛苦挣钱买的，我朋友给他摔坏了吧，我给他买一个，这是正理儿，但我不能说是两个人一视同仁。不能，这个时候不能一视同仁哦。一视同仁的话，你说让人家 Matias 心里怎么想？人家自己花钱买的手机是吧？对不对？等日后有机会的吧。
高兴啊，能玩游戏了呀。没事，我过三天我这个 WiFi 就装上了，无线网就装上了。这装无线网特别麻烦啊，装上无线网，哎 ，WiFi come， 哎 ，free WiFi， 嗯，哎呀，好，都开心，都高兴就行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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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